又承受着海底巨大的压强，所以他们的眼睛已经退化了，身体的形状发生了改变。但是，他们能生活在这里已经很不错了。听你这么说，我觉得他们变得可爱起来了。我觉得很可爱。为了生存下去，即使身体的形状变成这样。 也是好看的。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只是觉得你脾气很好。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厉害了，因为你能理解很多事情，尊重很多事情。是吗？是。不过，我们为什么要开车这么久来这里啊？如果有机会可以环游世界的话，我希望这里 是第一站，所以想带你来看看，看看你喜不喜欢。嗯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，就太好了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只要是看到东西，就必须把它收拾了。没关系，谢谢你帮我收拾家。不过，这还是第一次来诗雅你家呢。嗯，是啊，就是因为怕这样，所以一直不敢让你来。那个。 是呀，昨天晚上可什么都没做。你昨天喝多酒之后你就睡着了，然后我虽然从你的衣服上看到了一点，但是我忍住了，所以……那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是真心的吗？ 真心的，太好了，我又胡思乱想，我还以为你变心了。什么？这是好可爱哦！对不起啊，让你感到不安了。我本来也想等你酒醒了以后，好好跟你解释一下，我为什么躲着你，害你去了那么危险的地方。 危险的地方，那里细菌多啊，人也多，那里不适合治好你的。不过。